是服务，辛辛苦苦，哎，知道了，原来还有这一层，年轻，新奇的东西，所以我必须来送送我的舅母，这个是必须要做的。但是就在买这个花圈干什么买这个的时候，我这两天，哎呀，一下子可能太累了，家里家外很多事，就病倒了，病的那个疼疼啊，饭也不想吃好几天，一车那个。
盒子，也不是 COVID-19， 就是头疼身子疼。对吧，我说这个干不动事情了，干不动，但是不行，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干成，就这样，还是要给他送行，要祝他一路走好。所以再怎么忙，再怎么累，我都要来的。然后我也早就说过了，国建和阿奇两个也够辛苦了，他们在华美工作那么多年，我是亲眼看见他们不吃劳苦的为大家服务，这个我从心里是感谢并且尊重的。然后作为我来说呢，我凡是晚生的人，我是要祝他能够早生净土，永登极乐，阿弥陀佛，这个是最好的祝愿。好，我就说这些，谢谢大家。大家看了我那个帖子啊，这两天的我觉得是做的帖子做的还可以吧。那么以后呢，各位走的时候，我都会尽我的力量，尽心尽力的。与咱们这个每个人呢同道啊，我就说这么多啊。这两天我昨天晚上呢，大家也看了，我发现发到半夜两三点，我就给这个国建给这个事情送了。国建说呢，甚至我刚才听也不好，这两次中风，所以呢，我给国建说也放一句话。你后面呢，大海兄弟还在，啊，我一定帮着你携手，啊，把咱们这个我觉得今天这个整个这个场面呢，不出来讲了，十年前艰苦，别的干什么没有，啊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很朴实，这个事情呢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参考一下，将来走的时候自己怎么走，啊，我们不说这个不是不吉利的话，这个，人生自古谁不死啊，对不对？只要我们高高兴兴，就像见国建兄说的，在出席的时候，我们踏踏实实、高高兴兴，有亲人在送上，这才是福气啊！等到别人的时候，等到各位的时候，那就好歹就留我了，大家放心。只要我在，和大家一起走过。他一走过，马上开后头，阿奇是接着中间那个车。就给人家碰了，他帮他忙。后来原来他的父亲也是我们的会员，他父亲和我们家很多人都熟的。他父亲没有到香港之前，在台上每次去都是到我姐姐那个诊所去做了，另外呢，玲玲呢讲了的，他做事是比较细心的，他这样讲可能在
广州没有一个好像他这个年纪当车工的，他小学毕业就在他父亲，也不是，实际上他父亲是挂名的，他祖父开的那个棒，做那个棒，他的站在小凳子上开车厂，当时候他才14岁，啊，可以讲这广州第一个女的车工。后来他们公私合营以后，在他一路在厂里头都是最高级数的。他来之前是6级车工，说是说机械是有8级，实际上没有可能的。8级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要你要会学技，要怎么最高时间当车工最多7级，如果他没有来的这里的话，可能最高是也是他这7级，啊。很感谢大家这次来参加他的知识会议。他在他病的时候，得到大家的很多人的问候和那个帮忙，啊，在这里谢谢大家。如果没有其他人讲的话，这知识会就结束了。大家坟地就是在梅子庙路竹园向南走，在右边那个坟场，就是很多中国人呢，可能在座的很多很多人呢，家人都会葬在哪里的，啊？那么那个坟场是说，那个我们是1点钟才到，那个坟场和那个他们那个工程的人又互相管的，工程的人要1点半才给他下葬，所以呢很对不起大家，所以我们吃饭推到2点半，就是我们本身这里我们根本不需要2个钟头的。跟他讲了，他说我这给你2个钟头，你自己安排，我们没办法。那么他是他们安排的，另外墓地出葬也是他们安排，我们没办法的。我在想要不要早点，他说不行，12点他有一个人下葬，他做完这个再做这个，所以呢就推到这样，啊，这个很对不起大家。要下葬的，要看那下葬的，下去那个给他1点半才下葬。如果你不看那下葬的，2点半到房子吃饭，就这么简单。还有的人讲话，没人讲了，就这样了。好了，再见。